珊珊的肚子里有小 baby 了，小虎要当哥哥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四口，还请大家多多照顾好吗？高手你们好吗？我们是宇宙人，今天是宇宙人第一次登陆高雄巨蛋，也是宇宙人和所有宇宙友的第一次。15年前的一首《要去高雄》，我们跟高雄结下了这个缘分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常重大。谢谢高雄。为你们介绍今天的神秘嘉宾杨乃文。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能邀请到我们的偶像杨乃文。刚刚一开口唱的时候，我就整个笑得停不下来，太开心了，是不是仿佛回到你可以讲没关系啊。我们来探索一下乃文的内心世界，我们出几个问答题 ，OK？ 哦，重要的题目来了，是不是？当你看到未接来电时。请问你会选择下列哪一种方式回应？以上皆非，我想听小玉唱。Yeah! 因为我们一直很担心。串通好的，串通好。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，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。也许我会开着收音。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，未接来电是你给我残酷的关心，感情失去了声音，听着微弱的呼吸。大家有发现后面的插画是珊珊的作品吗？老婆今天也有来哦，谢谢老婆。今天还要再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，珊珊的肚子里有小 baby 了，小虎要当哥哥了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四口，还请大家多多照顾好吗？背着你，牵着你，穿着破旧的夜灯，你走过泥泞草地，人海中。大家猜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。